今天的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特殊哈，还有很多这个会员还没有过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上写的是匈牙利丽水商会、匈牙利青田同乡会合并为匈牙利丽水青田同乡会。这个我们的青田会首创会长江南先生也来了，我们的丽水会会长徐忠南来了，我们的第二届的会长郑杰明先生来了，现任的会长季建东先生来了，这个名誉会长陈淑平来了，很多很多我们会里面的元老都来了。别说是这个疫情后啊，就是疫情前像我们这种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都是非常难得。这个自从我们这个青田会成立以来，然后呢又相继的成立了丽水商会，我们两个会在匈牙利都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两个会在许许多多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这个事情，曾经的贡献。说实在的，我们这两个会里面所有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我们丽水青田的侨胞，但是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丽水商会成立以后呢，我们也吸收了其他县市的一些会员进来。那么因应我们所有侨胞的这个共同心愿，两个会从今天开始又合并成为匈牙利丽水青田同乡会。大家来一次掌声。我想呢，首先呢，就是让几位这个会长先谈点感谢。首先让我们这个创会的会长吉建说几句，要说你怎么想怎么说，要说，大家来点掌声，坐下。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需要。其实这个阿南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大家都看到的，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们高德能够把这个会跟今年的会两个会重新合在一起。其实这个我们老哥反正本来我们是两个会融到一块的话，我觉得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大家这个能力也更强，希望这个接下去新任的会长一定要把这个两个会所有的这个会员照顾好，把我们老乡照顾好，继续发扬光大。这个话虽然简短啊，也是对我们这个后来的每一任的会长的期待与嘱托。就像那下面我觉得每个会长后来的几个会长都要说，是郑杰明先说还是徐忠南先说？两个会长不说，要说的我就免了。老会长都是该说的都说了，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就行了啊，团结一致向前。这个也不需要你了，已经说了两句了，这个两句话是说得很好的，你再说两句，对我们这个水平有限，水平有限，你也期待一下吧。要说，尽可
那这样子，这样子呢，鸡蛋呢，绿水跟青蛋合并呢，是黄的，都是大家都有的事。接下来呢，我觉得是这个合并是一件好事情，因为都是鸡蛋的嘛。再说一个，今天来了这么多鸡蛋老乡，包括这么多年绿水三会连续中呢也做了不少事情，我们也看在眼里。包括每年这个浙江友爱的这些做了这么多次活动，那么当会长只有付出，那么就是说接下来呢，我在想的话，既然合并就是合并，那希望大家以后合并之后尽量更越来越团结。不但是我们会里面的领导，是顾问，而且是妇女联合总会的会长。其实说实在的，妇女联合总会的大部分的成员也是我们的亲朋同胞、长辈叔叔。那么下面我们也请这个林胜琴会长说几句感言。合并为丽水青田同乡会，这个看了就很高兴。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毕竟青田的，丽水青田，青田也是青田，其实 是一模一样的。今天如果大家合在一起，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所以希望经过会长的希望在经过会长的带领下，我们更加团结。青田呢，其实在匈牙利是真的，在匈牙利应该是占有50%-60%的地位，生意做得多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加强团结，共同努力。OK， 谢谢大家。这个林副会长就是刚才说非常说出来的理由，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现在是我们两个会先合并，我想呢还要请大家继续多提一些意见，然后呢就是说4年以后我们再一起选举新的会长，把这个会长的候选人给推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想继续啰嗦几句说一下这个我们丽水商会也好，青田同乡会也好，其实呢，丽水商会已经成立了这个10年第5届了。我们青田同乡会创会2010年到现在已经是第15个年头。那么丽水商会、青田同乡会，在我们这个几十个侨团当中，我们所做的很多这个。妈的，这个班太灵了。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哈，我们从后往前回顾都可以，特别是像丽水会在这个公益事业方面，特别是包括这个疫情期间做了大量的这个侨团的这种慈善工作，受到了这个国内省侨办、世界的侨联很多单位的表扬支持。我这次呢也回去有点刚刚回来，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一次从国安到我们这个浙江省公安厅到丽水市，他们对这一次这个习近平主席访问匈牙利啊，我们这个安保工作做得非常好，已经是通报表扬了我们这两个侨团，通报表扬了。
这一年呢，我感觉到不光是这一次这个安保工作做得好，我们前面几次这个高反安保也做得很好。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侨团，两个侨团一合并，这个我们的实力就更加强大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说如果选举产生新一届这个理事会的话，我们有几个工作是需要去做的。一个是要把新的这个单位必须要上报到这个苏苗栗地方的这个高级法院去做这个审批，然后呢要报到大使馆去备案。下面我还是希望呢，就是说我们几个元老级的这个包括名誉会长都来，我们还想苏平安、陈江，你们还要发表一点感言。你先，说明，你先说说。要，这个名誉会长，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光临，这是匈牙利历史商会今天的下午。在这历史商会在十几年以来，徐总呢担任会长后，在做出了付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事情呢，我也不多讲，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希望这个下任的会长把这合并的这个会啊，搞得圆满成功，红红火火。陈记的名誉会长也顺便感言，所以就理解了。是关于这个什么青年同乡会的历史上会要合并事情，我今天下个星期我听说的了吧？好，不好意思。不过这个事情真的很好。说实在的，我们两个会其实都是我们青城老乡。没必要其实两个会，其实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会更强大，然后呢更能发扬我们青城的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在这边能够开拓更好的前程。我祝贺我们的合并事宜呢是非常成功。好，谢谢大家。我想这样子哈，就是说在座的看看谁还有由衷的发表一下感言的，还可以说一下，请客啊。我们这些元老最好是都说一下啊。今天我们是这样子。
这个大家团结起来，把我们这个会呢搞得这个越来越好，红红火火。祝福我们这个合并成功，下一位会长这个选举成功，谢谢大家。那么现在就是这样子，这个沂水商会的现任会长徐忠南，青田同乡会的现任会长季建忠，两位会长到前台来，我们两个会合并了，你们也握个手，拥抱一下，圆满合并。最大的桥团，曾经使馆也说过，我们的桥团就是一个家庭，这是大社会对我们的肯定，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奖励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过来换一个画面。兄弟，那你今天同乡会的这个县的会。
庆，是吧？这么多年我也当了三届的会长，然后呢，这么多大家的支持，包括帮助，而去碰到那么多的时候，我觉得呢，为了这么六届里面三届当了以后，我有感想，受大家的支持，然后大家的帮助，然后呢，我觉得呢是这个，我也觉得是非常荣幸。然后呢，所有的现在老师呢都特别帮忙、特别照顾。今天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推荐一位呢，一个是我们的咨询会长叶小龙，你看看别人还有什么需要要求，不要这么想。会长，今天那么多人经常合并是可以选的，看看谁有想当会长呢？看看有没有举手啊？我不算啊，那我是说叫大家，我是不可以讲这个话，对不对？因为呢，这个那么多人既然合并了，等于说是新一届里面重新选，重新成立新的，类似于竞选投票会。看看秘书长，你有没有兴趣当那个会长？谢谢会长。会长我肯定是不会去当，但是呢，就是说我在会里面，当秘书长从福利会起到现在，我们的首任会长不知道是保一次还是变一次，他说你就像那个王沪宁啊，怎么就坐在这个位置下不来？我跟老乡们说哈，这个秘书长哪怕这个长去了，当秘书我都愿意，我是愿意为我们的这些这个同胞做点事情的。这个长不长其实无所谓，中国是说不带长当兵的，我们不需要想，真的，我说应该没有什么待遇的，我就希望就是为我们的老乡干点事情。谢谢这个所有的老乡，包括丽水会成立以后，我也是丽水会里面的常务，我是副会长，青年会一直都是秘书长在做。那么我们呢也培养了这个组会这个副秘书长，因为像有的秘书长呢不在这个地方，有的是在乡下的，有的是在国内的，所以这个秘书工作还得我去做。下面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到会的人，我把那个纸准备起来了，就是说今天到会的所有的人，大家呢都先签名签一下。那么我们的开会呢，就是说迟到了多少人，我们做一个人员的统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换届选举大会是有个什么流程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理事会的成员都有权利和义务推荐候选人。推荐候选人，或者你自己就是候选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当青年会会长的资格和权利。那么我前面呢是在这个青年这个同乡会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发了这个通知，就是有人在这边今年到现场来参加这个今天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选举工作，没有在布达佩斯的，在其他国家或者是在国内的，可以通过微信电话进行自己的这个权利和义务的这个表决。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继续把这个所有的钱到钱下，钱到钱下是便于我们统计。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看看帮忙帮我们今天呢，就是说采取什么方式选出这个新一届的这个会长候选人。我们采用无记名投票，看看你投谁，投自己也可以，投想
硬要投的人都可以，我们每个人一发，你找几个人帮忙把这个选票，人手一张，你把这个选票发下去。真的，找那个纸媒的发一张。每个人人手一张选票，你自己的权利哈，你爱选谁选谁，你不选谁也可以弃权，也可以反对，同意你就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上去好了，待会呢按序大家把这个票投到这个里面，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票呢抢票抢一下，究竟是谁的票数多，谁占的比例大，我们拿过来的这关在前面的，就在现场把这个选票的行为就公示出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的人也可以，在群里面，或者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向自己的亲爹老乡呼吁一下，让他们在这个公众号上，或者是电话，或者是微信进行投票选。选举都是有效的，我们今天两个会呢，其实呢合并以后，我们呢也所以呢经过再三考虑，没有写第几届，如果要写第几届的话，今天是第八届了，明年是第六届，那么我们这个两个届，我们尽量不要把前面这个五届的这个所有的功劳给完了，那么我们今天选票。进入以后，就是等到我们新的一届理事会要开这个祝贺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定下来。这个现在还没有结果哈，我们待会结果出来了，我们再宣布，好吧？现在一个是大家签名。签完以后，我们按票就进行这个无记投票表决。希望大家名字不要写错，是叶小荣，对吧？别写错那一篇不算了啊。开始了，可以了。啊，你有没有再听见一位？你再说两句。不说了是吧？不说呢就看吴志明投票，想投谁都可以，但是我刚才。希望大家的名字不要写错啊！开始。那叶小龙确实年轻，为了同乡会做了不少的事情，对吧？包括赞助，包括顶顶发口罩，对吧？赞助医院，那很多事情。兄弟们，还有没有想年轻的？还有没有想选会长？
这样。这个毛总啊，这个验票你去念，我给大家看一下。念一下。不用念。写手语别人认不到，现在是这样子哈，所有的朋友投进去了，我们就是这样，谁也不知道这里面都是谁，都有谁的选择。
叶小荣。叶小荣。下一张，叶小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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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靠。叶小荣。啊，叶小荣。叶小荣。叶小荣。下一张，叶小荣。叶小荣。叶小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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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叶小龙，继续叶小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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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叶小龙。叶小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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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叶小荣，还有叶小荣，叶小荣，叶小荣，继续，叶小荣，叶小荣，叶小荣，还有叶小荣，然后继续叶小。Yeah.
现在呢还陆陆续续还有电话、微信上继续和我们联络。那么我们最终的这个机票结果呢，出来在东升给大家。那么现在的这个现场的选票结果呢是，易小龙得票97票，季建东1票，还有一张是弃权的，这个都是有效的，弃权该弃权就弃权。我们有干嘛？又有人来又上啊，又来又上，换了别人了。有的人可能是匆匆忙忙过来就投了票，没有这个签到。那这里数了一下，有90多个签到。那么我现在宣布，我们这个选举结果有效成功。一见来我们感觉到这一次参与的人数跟投票的人数是最多的一次，这个说明我们两个会议合并力量就大了。那么丽水商会现在呢就是参与的这个投票的人数不是很多，我相信哈，两个会合并以后，将来的这个新的理事会，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的队伍肯定是会越来越壮大的。那么下面我想请我们这个得票进步最高的易小龙先生，你应该是有效当选的，你来发表一下感言。有点激动啊，我这今天不是我选举的，我为什么不说心里话？我这个压力特别大。给建筑的话，我可以去，因为有时候可以去，有时候可以不去。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票，包括今天这么多人，我特别开心。特别是我们这个一个老会长，包括我们季会长，包括郑会长，包括那个徐会长，还有我们的新的季，哦，现在季会长。马上就不是了啊，最大的是，但是呢，我呢，说心里话，我在青田呢这么多年，包括那个季会长开始，一直这个会里，包括我兄弟两个，还有我们的家族，一直对这个会里的做了不少工作，也包括各方面的原因吧。我今天呢也激动啊，说心里话特别激动，有这么多兄弟们支持我们这个。合并，为什么合并呢？我说心里话，有时候啊，特别是我们那个前几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点难为情啊。但是呢，现在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激动。为什么呢？回到祖国，因为我们都是青年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要团团结结，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会做得越来越好。我说心里话，我现在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把这个担子交给我，交给我以后呢，我要努力把这个会做得更好、更完美。做完美的话，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希望大家的力量，特别是我们这边年轻人，以后要多支持，包括我们向我们这些老前辈们学习。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包括我们那个大姐，包括那个，特别是有几个老年纪比较大的，他们那么支持我们。从天气这么热还赶过来，真的很感谢大家。然后呢，天气也好点，谢谢大家。然后我也不多说，我感谢大家，真的有点激动，我眼泪都差点流出来了，特别开心，特别激动。以后呢，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把青田这个会办得越来越好。我也不花一分钱感谢大家啊。
晚上呢，大家一起等一下在楼下呢吃自助餐。我们这个音乐酒吧呢刚开始，然后呢弄那些简单的东西吃一下，大家喝一点小酒，开心一下大家啊，谢谢，谢谢。这个从掌声当中我们就听到了大家都非常的开心。那么两个队伍合并成为一个队的话，就来去唱歌。那么我现在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两个会在这么几件当中，我们确实是做了很多事情。你像这个季建中任的这个三件当中，其实我们特别困难。我们就第一件收了会费，第二件正好来了疫情，我们考虑到大家都比较困难，就没有收会费。第三件我们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收了一半，所以说六年当中我们只收了三年的钱。所以这个会如果没有经济支撑的话，很多活动是很难开展的。这个在这个地方我感悟比较深啊，这个季建中会长自己也好，易小龙会长也好，张永维，包括季高军，还有很多对我们会里面的支持是真的非常非常大。真的，我们这个会费虽然不多，但是我们的这个重大的活动，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在开展。特别是这个，我们青田会最突出的是一件什么呢？从成立会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一年从来没有间断过，对这个我们青田自己老家的孩子们考上世界各类大学的支持，没有中断过。每一年都在支持，这一点是真的不容易。我们以前没钱的时候，是每个这个会里面的主要骨干自己掏腰包，后来呢是从会费里面拿出来。这一点呢，现在呢就是其他教团也在效仿，特别是福建会，去年呢他们也在搞这个捐助，学生呢他去年也有18个，我们最多有20多位。一年考上去就有20多位，我们希望呢以后这个工作继续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们，既然得到了我们会里面的这个资助和鼓励的话，将来学成也要回馈给我们，这是我们的一点希望吧。那么今天的这个选举，我看就这样圆满的结束了。然后这个最终的这个票数，几位媒体这个朋友，我们还有一些人继续在给我们投票，还是有效的。最终的结果我看迟一点我们通知了。今天的这个现场呢选举结果我看就这样子。其他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现在我们所有的都是理事会的会员啊。现在我们张永维这个常务副会长拿着手机，正在给我们面对面建立一个新的群。我们所有的成员在这个群里面，是我们理事会的成员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选举结束以后，我们就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先在楼下这个酒吧。音乐酒吧我们先聚一聚好不好，大家不要离开，实在忙的话我们下次再聚，不忙的话尽量抽出时间我们在下面先聚一下。选举结果就这么圆满的结束了。这个投票的人，如果今天不参加这个群里面吧，你看一下，你能不能？
老大。